测试网络上爆火的蛋仔兑换码，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，非常的没问题啊。乐乐今天可是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的兑换码，先看视频。我勒个豆，厉害！不是我勒个豆，你这兑换码把刚毅的公司都快送出去了，整这死处，我看看是不是真的。他的兑换码是，兑换码无效。你们看吧，家人们，这个直接就是无效，说明他就是来骗人的。所以说啊，千万别信网上的这些，而且他骗的这个还不一般，显示无效都不是兑换过后的。后续乐乐还是找了非常多博主的视频，比如这个蛋仔派对40这个兑换码，显示出来就直接是兑换码过期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兑换码，但是已经过时效了。后面类似的还有 Aggie40 还有 Aggie49， 这些不是已经被兑换过了，就是已经过期了。果然啊，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。最后我还在网上买了一些，虽然就只花了我20吧，但给你们看看我。妈，家人们，全都是假的。不过呢，倒也没事，因为洛洛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，就是你输入520，洛洛1314，放心吧，这个肯定能出。然后兑换完后呢，然后打开背包，虽然你看里面空空如也，但当你点击一键领取，你就会发现领取成功。小笨蛋，快起床了，太阳都晒屁股啦，你再不起床，我可就亲你啦。你有病啊，兄弟们，你们先别生气，洛洛这不是为了培养大家的防骗能力吗？除了蛋仔官方以外，其他人和自己再怎么喜欢的主播说的话都千万别相信，以防上当受骗，保护蛋币安全。再说了，20元我花了都花了，你就不能让我刷刷你们吗？不爱。